没事啊，跑到这里来钓一下鱼，很久没钓鱼了。池塘里面鱼挺多的，不知道今天钓不钓到。刚刚用了一根海竿改成了鸡竿钓玉米，看能不能钓到鳊鱼跟草鱼啊。风干一年了，今天好不容易来钓次鱼，看样子要空军了，丢在下面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啊，郁闷了。刚刚打的这个玉米，钓玉米，因为这里面有鳊鱼跟草鱼，大的有十几斤了，看样子今天要空军了。早知道刚刚就带个手竿过来玩一下手竿呢，本来想钓条大草鱼起来玩一下，看着今天是没什么希望了，打下去一动不动的。这地方怎么样？漂亮吧？前面一个大水塘，舒服的很呢。这根杆子上次是这个厂家送的，因为我之前到他那里买了一根鱼竿呢，是用了大概有4年还是5年的，后来断了个节，第一节断掉了，后来就帮我配不上，就帮我换了一根，给了一个新的。虽然便宜啊，便宜一点没那个贵，但是怎么说呢，用了4、5年，人家厂家能给你送个新的鱼竿，我认为比较满意啊，还算不错。好不好？样的不好，做个爪马看到？在这草里面找一下抓马，看一下看能不能钓到，钓活儿。没有啊，这不知道草鱼吃不吃这个花哟。这么大个水面，奇怪了，这个鱼就是不咬钩。这水里面好多草啊，喂的草把叶子都吃了，只剩下梗子了。今天风太大了，今天我们这里天干了，刚刚到地里面找了个抓马都没找到，还是到那死守啊，守玉米，可能不能找到一条大的鱼。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口都没有，放了这么大的锅，就是不上鱼啊，一来都不来呀、啊。